感谢桃园市青年局提供我们专业的夜师辅导，协助团队前往国外参访以及参展，然后让我们团队可以走向国际。感谢桃园青年局，让我们成功媒合产业，也让世界看见团队。我们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一直秉持着智慧桃园、青创之都的目标，扶植了数百的团队来创业。未来我们将成立中路青创基地 A8 产业型加速器，一起协助团队走向国际。